玲珑骰子安红豆，入骨相思知不知。亲爱的你晚上好，欢迎来到听书阁，我是主播西子。今天为您带来的这篇文章题目叫做男人在这些事情上忍不住，说明他真的爱你入骨。人们都说这世上唯有爱情和咳嗽是掩饰不住的。当一个人真正爱上另一个人的时候，他的身上总会潜移默化地发生许多显著的变化，或许他自己并没有察觉，但是明眼人一看就能明白。他的行为方式和言行举止透露着对一个人的爱。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，因为他会忍不住想要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。爱一个人始于颜值，先于才华，忠于人品，合于性格。最初两个人相识是一面之缘，后来接触中发现他身上有很多的优点，于是两个人最后发展成情侣，然后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每个人都希望能够遇到那个对的人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经历稳稳的幸福。其实后来我们会发现，幸福很简单，珍惜眼前的，不要计较太多，学会知足常乐。无论是对待生活还是感情，都应该有自己正确的价值观。事出皆有因，如果一个男人总是忍不住对你做这四件事，那么他是真的爱你入骨了，请一定要好好珍惜。一，忍不住的对你温柔。每个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，如果一个人总是愿意对你温柔以待，并不是他的脾气有多好，而是他真的不忍心看你难受。爱你的男人总是忍不住的想给你最多的温柔，因为只要他的眼神一碰触到你，内心就会变得非常柔软。他说话的语气总是那么的恰到好处，既不会让你觉得有压迫感，也不会让你觉得敷衍了事。他的眼神总是那么的温暖柔软，看着你的时候会让你觉得特别舒服自在，就仿佛有阳光洒在身上一般。他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，那是发自内心的欢愉。只要是和你在一起，他就始终是快乐的、自在的、充满活力的。他的温暖、柔情，一切都是因为你。这个世界上，总有一个人，他治得了你。只要看到他，你的坏脾气自然收敛起来，变得驯如羔羊。只要看见他，你的沮丧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跟他在一起，你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温柔过。跟他在一起，你会努力表现得聪明些。爱上他，你有点怕他。爱上了他，你开始相信了命运。女人成为男人的软肋，只要你对他的要求不是很过分，在他力所能及的条件下，他都会满足你。而一切的缘由都是因为爱。所以聪明的女人需要明白的是，两个人相处中，如果一个男人忍不住地对你温柔，而且这种好仅仅是对你一个人，他不是中央空调，而那种好是有选择性的，那么他真的爱你入骨。女人遇到这样的男人，一定要好好珍惜。二，忍不住想关心你。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对另一个人好，如果一个男人
总是忍不住的想关心你，那么他一定很爱你，因为心里满满的装着你，所以他总是会不由自主的关心起你生活里的点点滴滴，衣食住行，身体健康，心态情绪，所有的一切他都放心不下。他会为你买好看的衣服，带你吃好吃的东西，陪你看好看的电影，他会告诫你健康饮食，锻炼身体，督促你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。他会在你开心时陪伴你，伤心时安慰你，丧气时鼓励你，总之他就是像是你生活的小助手一样，彻彻底底的融入到了你的日常生活之中。因为有了他，你的生活变得更加从容不迫，幸福温暖。有时候爱就是这么简单，一句简单的关心话语，一次细心照料，都会让女人觉得这个男人比自己想象中更细心。一个男人真正爱你，一定会勇于表达自己的爱。三，忍不住的想你开心。爱情虽然时而让人哭，时而让人笑，但是好的爱情，欢乐终究需要成为主题。两个人生活在一起，摩擦是必然存在的，但是争吵永远只能是爱情中的点缀品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它影响了两个人相处的舒适度。毕竟相处舒服，爱情才会长久。所以那个真正爱你的男人，绝不会忍心让你忍受生活中的各种烦恼忧愁，他们会使尽浑身解数为你排忧解难，只希望你能开开心心地面对生活。当两个人发生摩擦的时候，男人的态度是固执己见，跟女人不相上下，而是选择让步，做一个宽宏大量的男人，都取决于男人爱你的程度。要相信一个爱你的男人一定会给予你足够的包容和耐心，不会总是让你难过。如果你们出现了分歧，他会主动退让，绝不会为了所谓的面子死撑到底，会照顾你的情绪，理解你的小敏感。如果生活遇到了困难，他会更努力地赚钱，绝不会让你承受更重的生活压力。在你不开心的时候，他会非常在意你的情绪波动，一旦发现你变得不开心，就想方设法的逗乐你，因为他看不得你难过，你难受也会影响到他的情绪。好的感情，男人一定会努力做到这些，因为只有你开心，他才会开心。四，忍不住的想亲近你。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要亲近他，这是一段感情最直接最真实的流露。如果一个男人爱你入骨，就会恨不得每时每刻都把你抱在怀里，捧在手里，他会在走路的时候主动牵你的手，会在看到你微笑的时候忍不住亲你一口，会在看到你背影的时候偷偷在后面抱住你。反之，只有不爱你的男人才会始终拒你于千里之外，碰都懒得碰你一下。倘若你主动去和他亲近，他还会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你。爱你的男人总是忍不住想亲近你，越是爱得深沉，就越想靠得更近。想知道一个男人爱不爱你，问他根本就是多此一举，因为如果他想瞒你，就根本不会对你说实话。很多时候言语会骗人，但是行动却很真诚，你想要的答案都在点滴的生活细节里。如果你的男人对你总是有这些忍不住，那么毫无疑问他爱你爱得很深。曾经看过一本书里写道，
我必须承认，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孤独的，而努力成长是在孤独中可以做的最好的事。即便是你已经结婚了，可是你的伴侣也不可能一直陪伴着你。女人也需要独处的时光，努力平衡好生活、家庭、工作，女人才活得更精彩。因为聪明的女人需要明白的是，两个人相处中，如果一个男人在这些事情上没有忍住，就说明他真的爱你入骨。首先是忍不住的对你温柔，再而是忍不住的关心你，最后是忍不住在你不开心的时候逗乐你。女人遇到这样的感情，一定要好好珍惜。希望大家都要幸福。好了，今天的文章就给您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文章，欢迎参与讨论和点击右下方订阅按钮。愿听书阁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夜晚，晚安。人生在世，吃山珍海味是一种享受，读一些振聋发聩的书更是一种享受。前者只能保一时的口福，后者会让你终身受益。亲爱的你，晚上好，欢迎来到听书阁，我是主播西子。今天为您带来的这篇文章题目叫做《当一个女人内心变强大时，会有这六种迹象》。每个人的人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人生在世，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历经苦难和困苦，才会使得人生圆满。修炼内心，使得我们的内心变得强大。当我们一颗强大的内心，才有勇气从容淡定地面对漫漫的人生。面对磨难，有的人就会被轻易地打败，最终变得得过且过，不思进取。但是有人会把他磨难当作垫脚石，越挫越勇，通过自身的修炼变得越来越强。一个女人内心的强大不是与生俱来的，不断的经历，不断的去认识新的人和事物，这些经历当中有好的，有坏的，但最终都使得他们成长。一个人的内心从开始不经事的脆弱，到后来能支撑许久的强大，这个过程总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。听过一句话说，生命中所遇见的林林总总，是是非非，一些人一些事儿，都绝非偶然。无论你走到哪儿，那都是你该去的地方，经历一些你该经历的事儿，没有经历就很难会有成长。尤其对女人，当她真正成长起来，内心自然就变得强大。这种强大往往从旁边的一些迹象能清晰地观察出来。一，听到不同的声音不再焦虑，学会了肯定自己。人最怕的就是听到太多的声音，被这些声音左右，以至于最后迷失了自己。太在意别人的评价，太在乎别人的眼光。生活的轨迹不是按自己的想法走，而是按照别人的看法去过。世俗的偏见，他人的误解，这些声音使得女人内心焦虑，完全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才是正确的。大龄未婚，你就是剩女，必须想尽一切办法
把自己尽快推销出去。结婚未孕，你就是不孝，必须绞尽一切脑汁，让自己的肚子为老一辈的心愿鼓起来。有孩子的，别再什么事业为重，你人生所有的事业都该围着孩子转，围着丈夫转。女人的一生是受着许多人指点的一生，生活无时无刻不在繁忙，但内心却不富裕。内心丰富的女人，她不在乎世俗怎么看待自己，她在乎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，如何才能过得更好。学会肯定自己，不拒绝听不同的声音，但也不会为这些声音就焦虑不安，就立刻委屈改变自己的信念。二，做最坏的打算，持最好的心态。女人是非常容易情绪化的，遇到问题往往都会往最不理想的方向去想。通常受到重压时，要么暴怒，要么消极泄气。每个人的生活都会遇到这样那样棘手的问题，坦白说，生活就是如此。你不能遇上事儿就抱怨、自暴自弃。内心强大的女人会预先接受最坏的结果，然后用最积极的心态去从容面对人生，更自律，也更平和，冷静又理智地去处理一些人生无常，始终做到情绪平稳，才能保证未来的场面不会过于失控。每个女人的人生都时起时落，不要让自己的心待在黑暗处太久。有一句话说，抱最大的希望，尽最大努力，做最坏打算，持最好心态。当一个女人能平静地做到这些，那她的内心是丰盈而强大的。走过一段泥泞，终会走上平坦而充满阳光的道路。三，不害怕独处。意大利传奇导演费里尼说，独处是种特别的能力，有这种能力的人并不多见。我向来羡慕那些拥有内在资源可以享受独处的人，因为独处给你一个独立空间，一份自由。生活中有很多人害怕孤独，害怕一个人，他们想要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找到能够倾诉的人，渴望被簇拥，渴望被接纳，而一个人往往让他感到莫名的恐惧。内心强大的女人恰恰相反，独处对她们来说是一段最好的时光，这个时间里她们去面对真实的自己，不用带任何的头衔任何身份，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她们会觉得一个人待着挺好的，比起热闹之后的疲累，更喜欢灯火阑珊处的安静。他会沏一杯茶，听一首歌，看一本书，兴起时也能夜里看一场一个人的电影。偶尔他也会期待一个人的旅行。叔本华说，真正的内心平和是在这尘世间仅次于健康的至高无上的恩物。也只有在一个人孤身独处的时候才可逆道。不害怕独处的女人，暂别了白日家庭的琐碎，暂别了周遭的喧嚣，让自己的心静下来，去享受属于自己的那一点点空余。这点空余反而才是最真实的。当一个女人内心强大了，也就有了继续独自生活的勇气，也有了能够理解生活真谛的眼睛，这样的女人也最难得。四，不再追求完美，接纳别人的不足和缺点。
很多人都在追求完美，但是哪有真正完美的事物？一个追求完美的人，当自己并不是那么完美的时候，就会很容易受挫，变得自卑，在和别人的相处中也会挑剔别人的缺点和毛病，更加因为担心自己不够完美而变得惶恐不安。当一个人内心变得强大，懂得用善意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，也懂得接纳自己和别人的不足，当一个真正接纳自己时，不会因为自己的长相和身材自卑，更不会因为别人的目光而变得懦弱。对别人也是，此时的他正在自己把握自己的人生的钥匙，活得洒脱自在。因为过分追求完美，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不足以报，以为手为脚的态度，害怕犯错，不敢体验生活，失去很多美好。一个人最大的可惜莫过如此。但是当他足够强大时，会坦然地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，淡然地享受来自生活的美好。五，即使心里恐惧，但依然勇敢前行。每个人都会有恐惧，只是有的人恐惧黑夜，有的人恐惧孤单。面对这个未知的世界，会有很多的意料之外和变化无常。其实人也并不会变得很淡定从容，只是面对这些，不同的人就会不同的方式。有的人就会变得畏手畏脚，选择逃避，对于世界的美好不敢去尝试和探索，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，把自己放进一个框架里。而一个女人真正的强大，却是即使心生恐惧，也会勇敢向前，不断的摸索，不断的感知这个未知的世界。不论是身处逆境还是顺境，都懂得做自己的太阳，照亮自己，温暖别人。俗话说得好，树活一张皮，人争一口气。那种被恐惧压倒的人，不敢再次爬起来前行是可惜的。一个内心强大的人，懂得直面恐惧，勇敢前行，懂得为自己争口气。六，不再恐慌，有自己的目标。人生说长很长，说短也很短，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间，要活得有意义，切不可虚度光阴。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生活的意义，对自己也并不自信，常常听别人眼中的自己，取悦了别人而忘记了做自己。一个真正内心强大的人，不会将自己宝贵的时间花在别人身上。他们懂得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懂得对别人的意见采取保留态度，并不会因为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而改变自己。他们坚持自己的想法，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着，并且一步一个脚印，脚踏实地地去执行。在整个过程中收获一个更加完美的自己。你永远无法想象，当你努力地做自己，并为自己的目标奋进的时候，样子有多美。人生只有经历大风大浪，并且历经这些磨难，能够自己站起来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向自己的目标前进。就算结果并不完美，你的人生也是圆满的，最起码你经历过，就不悔。一个人的经验是要在刻苦中得到，也只有岁月的磨练才能够使他成熟。有理想的人能在逆境中看到希望，在黑暗中看到光明，因为他人逆境只是过渡，黑暗也只是一时的过渡，困难与磨难对于人来说是一把打向陪聊的锤，
打掉的是脆弱的铁屑，炼成的是将锋利的钢刀。好了，今天的文章就跟您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文章，欢迎参与讨论和点击右下方订阅按钮。愿听书阁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夜晚，晚安。